各位朋友大家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切这个广杆或者脐橙。这个切法也有非常多，那么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传统的大部分人的切法。大部分人切法呢是这个样子，把它一个切成两半，你看这个脐橙还是非常好的，光泽水质都比较充分。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切法，大部分都是这样切的，用起来也不错。但是呢，待会我会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方法，可能我感觉到，可能更好一些。这样你请朋友吃也是看起来很漂亮的。那么另一种方法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呢，就是说，这是在这个中国饭店里边厨师经常切的方法。我感觉到呢更加实用一些。那么它怎么切呢？它是这样横着把这个脐橙首先切开，这样切成两半，然后呢用同样的方法把它均分，这样呢看起来也还是不错的。那么后边我会给大家看为什么我觉得这种方法可能更好呢。大家可以看啊，这两盘橘子看起来还都是蛮不错的，但是如果说用我第一种方法，这个橘子呢你吃的时候是先把两边撬开然后来吃，这样吃一个呢就是这一块也比较大，这样在客人面前的吃呢也显得有点不是太文雅。那么如果我用我右边这种方法，这个切的橘子呢吃起来就非常方便。大家可以看，你一掰开呢它自动变成了四块，看是不是很漂亮，就是吃起来呢就非常容易。这样又简单又方便又实用。好，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，谢谢你的收看。